五，你咬个吧。那个呗，我那个玩意。我买了2米。那你说你买了干啥呀？九克这东西了，我买了2米。我这没有的啥。五，植绒布。我也能的。你要吧，你要我给你刻几个。刻啥？要啥？你给我刻也行。有金猴献佛，给你刻个金猴献佛吧，一对。行。行吧。行。嗯。